事情就是这样，陶老师，都是我们不好。暴风雨就要来了，我能感觉得到。等暴风雨停了再去吧，现在去我们两个也会迷路的。库奇教练，必须把孩子们找回来，我现在联络不上他们，天气干扰了信号，但愿他们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要抓不住了。我们无路可逃了。虽然我们吓得要命，但他们似乎更怕我们。继续怕的不是我们，是他。天哪，真恶心。刚出虎穴又入狼窝。不，他是在救我们。蟾蜍先生，带我们过河好吗？